就在这下过日里再起来，为报一父救命恩，体贴分享大福家，往日自有相好人。你去上去问上一问。哎，喂，里边有什么？哎，来了。哟，这是啥人啊？上门倒不小，也不怕抢了风。哟，原来是聪弟弟啊，有什么事？我们小姐去我家老爷求福求财来了。初见李小姐。小师傅米粒，不知今天这自由之中为何这般冷清？哟，这么大的事你还不知道啊？为普渡众生，大唐天子命行通日的高僧有章去西天取经，在此我相国是黑子大当圣僧有章。对，他刚刚过了好烈之年，那可真是西风西刮。哦，他虽住在前面的东客房，与你们只有一两之隔，要是没有与两门关上，你们还好客气呢。对了，今日皇上特地派人来设置长老吩咐三十之内不走不死。陈红孙子讲道，我们快快回去吧。孙子来了，那高僧有长不正好在这的子吗？小姐，你不想看看法师是啥模样吗？这实在不妥。小姐，我可想看了。要看你看，我可要回去了。哎，小姐，你急什么呀？我们的香不是还没有烧吗？这怕是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小姐，你定心烧香，我家小师傅哭着也有人来啊，我们谁走？李小姐，带我来。小姐相导，一枝香尽君王，女大当国太民。
定是一个两个三个呗。去你的吧。去你的吧。你。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哎。小子，我知他。妻子已婚嫁，你都嫁开来太当，苦等苦爱十六年，还不知一个在后方。小姐呀，你苦了自己，也苦了我。在此平地风暴起，帮大雨